Carry the 生鱼片，哦，好漂亮。什么鱼都有，应该好几种。对啊，很棒。然后那个是瓦萨比的。对啊。把筷子这边。瓦萨比在那个绿色的。酱汁刚好。重庆人赵瑞，俄国人拒发抚恤，就是说他有性病。对，他不是说要去打日本鬼子，然后结果被乌克兰炸死那个赵瑞啊，说他有性病哎，偷窃还有性病，他怎么那个被鞭尸这么成这样子，不给钱还给他鞭尸。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讲，你去俄国当佣兵，钱还拿不到啊，谁知道还给他鞭尸，不给钱还鞭尸。那鞭完这个人就臭了，我原来去俄罗斯当小偷，又去那边乱搞啊。他有性病。他们一起去，有一个先逃走了，他跟他笨在那边给他当炮灰。俄罗斯半天没电了。有些问题，现在开始在莫斯科地区按计划停电，也足以说明很多问题。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问题将显现出来。来看战场最新消息，阿夫迪瓦地区，乌军再次将俄军从斯特部位击退。俄军在交战场、污水处理厂、霍尔利夫卡方向都未能取得进展。哦。Thank you.
现在俄乌战争还在打，没有停。怎么中国好像很少遭到俄乌战争？结果是还没停。我每次看新闻，怎么都没有在报，都不想报了，没什么好看的，因为它都卡在那边嘛。冬天到，大家冷得要死，不知道想打。没报还以为结束，这还没有。他那个壕沟站在卡在那边，坦克车都遇到地雷，又有无人机轰炸，又有炮兵，你船本来是很扫过去，完蛋的，满地地雷啊！所以说他刚开始乌克兰反攻，那些豹二不是被炸死啊？所以就遇到一堆地雷啊，卡在那边不会动啊。只有一堆这样的，你是说乌克兰？对啊，他在豹四也是损失惨重啊。他没办法啊，他就是，他们好处是说他的防护力好，成员比较不会受伤死亡啊，他中弹就赶快逃啊，再拖回家休息啊。你说死伤比较少？俄国坦克一炸，砰就爆出来了，他爆起来就死伤，里面死光光啊。哦，拉丁美洲、非洲，连非洲都有。我要说用佣兵。美国先锋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了除核武器之外的所有武器。不过，美国先锋再次威胁称，打击俄罗斯境内都可以成为俄使用核武器的理由。可是啊，你用核武器下北修刷你了，整个欧洲就变成废墟了，没有人要再玩了。可是俄国好像想要这样子。对，他没摸波啊嘛。他普京想要这样炸下去的，那个本来产粮食的都地方都完蛋了。那个地方还可以住人，还可以种东西出来吃啊！你这个炸下去都是无人地带啊！我们等一下去坐哥本来要买来回票，来回票，对，末班车好像是十点多吧。印象中我记得我坐过，有坐过末班车。有点累，我昨天也是按摩，我还是觉得累。还是我背这个背包，你背的关系的。对，所以我就这个胸椎脖子就不舒服。美国现在可不可以援助？有啊，他就可是美国如果
那给川普上了，他不要援助了。为什么川普他就？啊，川普跟普丁好朋友啊。啊，不要援助乌克兰不是完蛋？我事后啊。他跟普丁好朋友，他为什么完蛋？嗯。那乌克兰不是被他搞死？因为他现在冬天大家打不下，每个都冷得要死啊！你看那一些佣兵也比较，他不是瓦格纳薪水非常高，死了还有抚恤金还要被买起来啊！你是俄罗斯的国防军，你死的没有抚，没有什么辅助啊？对啊，伺候你啊，先，然后钱就被贪污掉了、啊。那谁要当炮灰？所以这就是出了波及啊！啊，签那个卖身契去当炮灰啊！居然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流氓那些喜欢大旗的婆粉们啊！英国这国家看着都爱。与此同时，德国总理舒尔茨要求在2020年峰会上，各国拿出更实际的援助乌克兰清单，这足以说明啊，欧洲的态度变化很明显，欧洲已经觉醒，乌克兰不只为自己而战，更加为欧洲，为欧洲的价值观。要想说一个小时22分钟啊，真的在，因为他前一天好像有一个把情报偷出来，才紧急动员部队去守那个安托洛夫机场。情报泄露，对，他本来美国说他要打，他要打，你们都不信我啊！你们自己人把情报偷出来才相信，啊，不然怎么能够撑到现在？马上就是特种部队下来，把总统斩首，把机场占领，然后部队下来，坦克兵开进去，1小时22分钟，然后呢，英国就被征服了。哦、啊，你就傻傻的、啊，我快。然后换一个亲俄派的总统出来，然后你们就去征服，换去征服波兰啊，不征服捷克啊，啊，建立那个俄罗斯大帝国啊，那从那个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大帝啊，然后到那个什么亚历山大帝啊，亚历山大帝，对啊，他们有亚历山大骑士啊，还有欧洲宪兵啊，他跟拿破仑干过啊，就是把拿破仑打败啊，那个滑铁卢之役啊，也是把拿破仑干掉啊。所以说，当年俄国在欧洲是欧洲的宪兵，哪一个搞革命，我就扑灭他啊！啊，最后他被自己被革命干掉啊！到处跟人靠腰要钱的，要武器啊！有啊，欧洲啊，欧洲怕啊，怕俄罗斯打他。美国有理啊，美国你知道是美国内部的问题还没解决掉。哦，原来那个中国兵是跟尼泊尔人乱搞。尼泊尔人，先放心啊，请求硬汉善待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赵瑞。所以他被乱搞。看起来、啊、他们是抢钱抢粮抢粮的。信呢，并没有什么用。他们想的是想这样子、啊。赵瑞不远万里去俄罗斯打了几个月的仗啊，人也阵亡了。就是搞错了，然后不给他钱。除了贪污掉，甚至俄媒还说赵瑞盗窃，有性命，这太不厚道吧？这说明在俄罗斯，他以为去那边打日本鬼子，结果被俄国打死，还被还被说偷窃，又跟尼泊尔干搞，瞧不上咱呢。你真的目标给他写上去，这个人完蛋了。阿尔费约自动到达了基辅，这位莫斯科军校毕业生还帮助11名在赫尔松地区作战的俄罗斯军人。采取了同样的行动，这些士兵在拨打了乌军情部门为想投诚的俄罗斯士兵设立的热线后向基辅投降。俄罗斯军事博主认为俄军在乌克兰使用的野蛮的人潮战术啊，对士气造成影响，就是那些人到前线赶快打电话说我要投降啊。在苏联军队中，一名士兵的生命价值为以前在沙俄时代阿兵哥叫做灰色的身头，因为他们的外套是灰色，他们的畜生那叫往前走就往前走啊，拿鞭子抽他，拿狗咬他，后面有督战都拿机关枪压着他们。除了近犯俄军遭团灭，
乌军另外还摧毁了武汉两地方中。所以你有时候觉得说无奈的，还好我们是多么幸福，不用去那边当炮灰。他们都很关键。刘邦和进犯俄军遭团灭的消息啊，其实已经不算是新闻了啊。1月9日，俄罗斯举行了2023年我主要是个水。好，这边。那你那个下回我非得。啊，看到刀，看到刀多字。总部首长陈道明为毒烧了格拉西莫夫大将，他可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啊，总参谋长，总指挥。难道他真被炸死了？啊，哦，对啊，我叫了，男的好像被炸，之前就好像前两个礼拜就被炸死了。男的还要当个总参谋长啊。